我是烈火，今天有个粉丝叫我玩这个三十种死法，你是魔鬼吗？好，我们已经进来了。本身要录电脑版起床战争，就因为键盘坏了，所以放弃了。看看这次的红心能不能过一百，走。版本更新，手脚架我有。婴儿，气死我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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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看吧。是未开放关卡吗？第一关，通往虚空的路。一把钻石铲。再见，这个世界。好吧，我又复活了。第二关，泡个热水澡。岩浆啊，比喻的多好哟。导演，你想要工资还是要热水澡？你这样的问题我难以说出口。我信你的爱。第三关，来自上帝的使者，就是让我扎死呗。那好啦，Oh yeah,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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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 yeah.